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蝦醬蒸排骨。首先排骨放入適當的食鹽，然後攪拌幾下，然後用水沖乾淨它。你睇下，哇，幾乾淨，血水全無啊！咁下一步咧就入腌排骨环节，加入食盐、白糖、适当嘅酱油，关键仲有灵魂嘅虾酱，咁啊将佢搅拌均匀，然后加入适当嘅湿生粉，继续再次搅拌均匀。咁我哋起锅落油，放入蒜蓉、豆豉爆香佢，千祈唔好将啲蒜头、豆豉爆咁窿啊，出到香气就达到冇得噶啦。咁嘅排骨继续搅拌均匀，均匀咁摆喺碟上，准备去蒸啦。好啦，水滚入炉，设定时间九分钟。好啦，话咁快时间，九分钟到，出炉，咦，好似好香咁喎。咁啊，再次加入适当嘅花生油蒸香，然后撒入香葱。仲系嗰句，粉丝先食啊！咁我又唔客气啦，拣嚿最靓嘅自己先食先吓。呢个虾酱蒸排骨啊，真系同以往嘅豉汁蒸排骨又有唔同嘅地方。